下面是毒性的第二个问题，影响毒性的因素。在临床使用药物的时候呢，影响毒性的因素很多，但是其中有一种因素是最重要的，这个如果不讲，可能同学们都会意识得到，那就是用量，因为这个药物的用量呢，是影响毒性最重要的第一因素。因为自古以来，那么很多有毒的药，而且是剧毒的药，毒性很大的药，只要你控制在一定的用量范围内，它也是安全的，啊，也是安全的。那么比如说这个砒霜，可能是中药里面毒性最大的，那么临床也是可以应用，而且能够对一些病症取得疗效，它也不会中毒啊。那么关键是量要掌握好。那么从另一方面呢，很多这个文献上没有谈到有毒的药，如果用量过大了，也会造成中毒啊。那么有的书上讲呢，就包括水，喝的水。如果摄入太多，也会造成水中毒，啊，水中毒它也是不安全的，啊，所以什么物质进入体内都有一个量的问题，所以大家对这个影响毒性因素，啊，的第一因素，啊，第一因素是量，这个一定要这个认真的注意。那么有人做过这个统计，啊，在70年代，啊。就是20多年前，有人统计过，在发表文章，就是从建国以来，这个二三十年间，在全国的这个医学杂志上，报道了发生中毒反应的中药有112种，啊，有112种中药，这112种呢，有毒的相对还要少一些。那么这些药当中，那《本草纲目》认为这个没有毒的有30种，啊，30种。这个全国中草药汇编没有写毒性的，也是认为没无毒的，又有18种，啊，有18种。这个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药典里面认为没有毒的有21种，啊，这样加起来有60多种，60多种。占了一半还多，那这个就是因为过分的强调这个狭义的毒性和毒药，那么凡是没有写明有毒的，都认为无毒，那么这个量就用的越来越大。比如说这个报道当中呢，比如说有一位就是用了40克红参，那么人参是一个大补药，那么用量大了，用这个40克的煎汤引起了死亡。那么这个是在浙江中医杂志上的一个报道的一个例子，还有用这个艾叶，就今后这个温经止血药当中要学的啊，那么不知道它的浓度是多少，一次喝了500毫升，那么这个也是很快的导致死亡。这个是《中华内科杂志》啊，这个又报道艾叶，另外也是一个补虚的药五加皮啊，那么也是用了超过了。常用剂量的几倍，也是造成了这个中毒，而严重的中毒，像这种情况，很多。比如说我们前面谈到的关牧通，那么过去也没有记载它有毒性啊，那么近年来关牧通造成肾功能损害的这种毒性反应的，国内国外都有很多发生啊，所以从这样子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呢，就是这个量。那刚才讲的这个，砒霜如果量小的时候，那么古人把它用来治疗这个寒哮，就是哮喘里面的虚寒症，效果相当明显。现在呢，还把它用来治疗急性白血病啊，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那么这样的有毒的药啊，就是控制用量。那么除了这个，用量以外，其他影响毒性的因素就很多，比如说在40页，我们这个第二段里面提到了，
药材的品种、质量、生产、储存、加工、炮制、配伍、剂型、给药途径啊、用药师傅对症及患者的体质等等，这些都是影响的因素。那么这个同学们初学呢，那么就简单的就这个问题就做这样的一些那、认识吧。就说影响药物毒性的因素是很多的，但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用量啊，用量小毒药也安全，用量大啊无毒的药也不安全。除了这个因素以外呢，还有其他很多的因素。那么这些因素的影响呢，我可以举一些例子供大家学习的时候参考，但不一定要求大家记住这些例子。比如说在临床上使用药物的时候是否对症啊，辨证是不是准确，该不该用这个药物。比如说临床就发现，那么比如说用这个附子，如果是虚寒症那就不容易中毒啊，那么是这个湿热症、热症，那么同样的量那很可能对这个造成这个就是心脏的毒性反应啊，比如说引起这个传导阻滞啊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辨证似乎对症，这个在动物实验当中也是证实了的啊，就是一个辨证啊是否准确，就是用药啊是否准确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药物的品种啊，品种比如说反复多次提到的这个关木通啊，因为前面也谈过木通有这个白木通、有川木通、有关木通。那么古方里面呢笼统的只写一个木通，但是古方用的木通呢基本上都是白木通，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啊，那么用川木通了。那么有人分析呢，因为这个川木通呢，这个清代的吴其逊的《植物名实图考》，川木通的图绘得非常精美，那么一些植物学家通过他的图就可以判断他的品种，画得很好。那么后来又把这些图呢移植到了这个《医本草书》上，估计与这个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很多地方呢就开始使用这个川木通啊。所以这个川木通呢从清代开始呢就代替白木通这个广泛的使用。这个关木通呢是近年来啊才慢慢的才这个使用广泛，当然这个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啊，多方面的，当然这个新药研究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我这里不详细讲了啊。那么这个过去本来不是用关木通的，也用成关木通，那么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品种啊，品种，比如说还有我们谈的管仲，前面讲过了，据过去的调查，《中药大辞典》，那么这个上面有六个科的30多种。不同的蕨类植物啊，蕨类植物。那么比如说其中的棉麻管仲，那么就有明显的有这个神经毒，尤其对视神经啊有明显的损伤。那么如果说品种不对，那么可能就会出现。那么这个关于管仲的问题呢，介绍这个药的时候也会谈到啊。所以我们以后这个会有很多啊药物，比如说这个大戟、金大戟和红大戟，那么过去都作为大戟用，但是这个金大戟的毒性呢也是比红大戟要大一些，如果用的不准确，那么也会产生这个中毒的反应。防戟有这个旱防戟和木防戟，那么木防戟呢也是马兜铃科的植物，现在呢也有这个肾毒啊，那么误用的时候或者用量过大了也可能造成肾功能的损伤。所以这个中药的品种我们前面之所以要强调啊，与这个毒性啊，一个与疗效也有这个密切的关系。另外这个药材的质量啊，药材的质量，那么这个包括这个产地，同一种植物现在发现因为产地不一样，有的药物的毒性不一样。比如说这个乌头啊，现在发现呢海拔越高的乌头的毒性越强啊，海拔越低的毒性呢要小一些，但是它在植物上是同一个品种啊，同一个品种，但毒性不一样啊。另外这个云南腾冲的附子，有人做过对比的，毒性比四川的这个附子的毒性要大18倍
这个杂志上的报道，也是同一个品种，啊，同一个品种。另外，这个采集，啊，采集的时候不注意，比如说这个寄生，啊，今后我们学这个祛风湿，又能够补肝肾健筋骨的一个药。寄生呢，它可以寄，它是寄生在其他的乔木上，不管桑寄生或胡寄生。那么这个有的寄主就有毒啊，那么就那被寄生的这个寄，我们采了这个寄生，也就有一定的毒性。比如说这个寄生在马桑树上，那么采的这寄生一定是有毒性的，那么使用的时候就容易造成中毒。就包括蜂蜜啊，蜂蜜是个补虚的药，那么与花粉的来源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有的这个花粉的来源于有毒的植物，有的地方满山遍野就是那个黄的杜鹃花、白的杜鹃花。那么黄色的杜鹃花呢，绝大多数就是我们《神农本草经》的一个药，经典药叫羊脂竹，毒性很大的啊，它的花粉也会有毒。白的杜鹃呢，里面花粉里面也有一定的毒性，红的呢毒性很小啊。所以如果说在那样的一些这个山上，它全是杜鹃花的，那花采的花粉酿的蜜，那么这个蜂蜜也会有时候是造成人的这个中毒啊。所以这个就是采集的过程当中，那么储存啊，保存如果就是不合理啊，保存不合理，那也有可能造成这个中毒。比如我们今后要学的一种矿物药叫氢粉，那么氢粉呢是二氯化二汞，氯化低汞，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呢一直有一个避光保存，避光保存。为什么要避光呢？因为这个氯化低汞就是二氯化二汞，见光的时候它就生成了氯化高汞，就是氯化汞啊，析出汞，那么都是剧毒的啊，汞和这个氯化汞、啊、氯化高汞，这个就毒性更大了，那么就是储存的原因。那么有时候我们储存如果不恰当，现在很多都霉变，比如说生长黄曲霉素，黄曲霉素呢是一个致癌性很强的一种物质，那么也会增加药物的这个毒性啊，使用不安全。所以这个在储存当中也会啊这个影响这个药物的毒性。另外就是炮制的方法啊，炮制的方法。那比如说这个有的药物不能用火来制，比如说朱砂、雄黄，那么炮制以后不合理，用火的方法炮制了，那么分别就生成了汞或者生成了氧化砷，就变雄黄就变成了砒霜，朱砂呢就变成了水银，那么都生成的是一些这个剧毒的啊，剧毒的一些物质。还有炮制用的一些辅料，比如说在这个过去这个70年代，这个四川加工附子的时候就出现过，因为四川加工附子呢就要用那个盐卤啊，加工盐剩下来那个卤水里面是以那个氯化铵呐、这些为主的一些化学成分的一种液体，要用来泡这个附子，可以降低毒性。但是在有一年一个地方的加工呢，他就用了另外地方的盐卤，过去没有用过的，那后来就造成了很多人服用这个附子中毒，当时造成这个退货啊。当时一追查原因呢，发现那个盐卤里面氯化钡的含量非常高，那么传统用的这个盐卤里面呢几乎不含氯化钡，或者氯化钡的含量非常的低，那就是因为炮制的时候所用的一些辅料不合理，那么这个把这个有毒的一些成分带到了这个药材当中去啊，所以它也影响了药物的毒性。另外这个剂型和给药途径啊，剂型和给药途径，比如说这个乌头附子如果作为汤剂，那么它高温煎煮，它这个乌头碱呢容易水解，生成了这个乌头次碱，最后成为乌头原碱，那么它的毒性可能只有原来的1/2，那毒性很小了，就比较安全。如果这个乌头附子作为丸散剂不加热里面的乌头碱没有被水解，那可能很小的量就容易引起中毒。同样的一味药，它不同的剂型啊，
是否经过了高热处理啊，它的安全性完全不同。那么现在呢，我们中药里面有了这个注射剂啊，有了注射剂。那过去很多没有毒性的，通过注射的途径给药，可能就有毒啊，比如说桔梗啊，祛痰的药非常安全，没有毒性。如果把桔梗作为一个注射剂，那就产生严重的溶血反应啊，这里面的皂带啊，那么就这都是造成这个不堪设想的后果啊。所以这个给药途径呢、啊，这个剂型呢、啊、也会影响。配伍我们后面要讲十八反，那么就是有的药配伍在一定的情况下毒性增大了，没有毒性的产生了毒性。毒性，当然这里还有个配伍的量的问题，在一定的量的比例，有的没有毒，或者改变了这个配伍的关系的量，它也会有毒，所以这个都是非常奥妙的，啊。另外就是这个患者的个体差异，啊，患者的个体差异，比如说砒霜，一般的人用个十毫克左右，应该是基本安全的，但是有的人服一毫克。就引起严重的中毒反应啊，那就是个体差异造成的。那比如100个人，99个人服这个成人服10毫克的砒霜，可能都不会有什么不良反应或者中毒反应啊。但是那一个人，他就出现了啊特殊的情况啊，特殊情况。所以这是举这些例子呢，那么供大家参考，就是说这个很多环节。都会影响到药物的毒性啊，具体的内容呢，同学们不必记啊，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些因素，但是最强调的呢，就是它的用量的问题。下面呢，介绍第三一点，就是正确的对待中药的毒性啊，怎么正确对待中药的毒性？现在呢，就是有的人就有这种说法。因为中药是天然的药，中药是无毒的啊，这个还非常盛行，尤其我们在一些药品的广告当中，经常能看到啊，因为纯中药制品没有毒性啊。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商业性的宣传，啊，不符合客观实际。我们前面学了这个毒性，我们都知道这个。自古以来，在中药里面就强调，中药作为一个药物，它是有毒性的，而且呢，还强调这个毒性的广义性啊。那凡是药物都有偏性，都有毒性，这个和现代的观点也是一样的啊。现代的这个《普通毒理学道论》有这样一本书，《普通毒理学道论》，那么就提出药物。如果说用于健康的人体和非适应症的患者，那都是有毒性的啊。任何一个药物啊，它是讲的西药，我想这个对中药也应该适用。就是一种药物，它用于健康的人体，它本身没有病，因为药本身有偏性的，它造成了新的偏性，这个就是广义的毒性。啊，广义的毒性，用于非适应症的病人，这个病人他不适合于用这种药，你就用了，那很容易产生毒性反应。那么对中药，也是如此。所以，那么针对这个中药是天然药啊，而且中药不完全是天然药，我们在讲第一节课就讲过了，也有化学合成品，尤其是矿物药，矿物药的化学合成品多数是有毒的，而且有的毒性还很大。那么就天然的这部分而言，它也是有毒性的啊，所以我们要充分的注意啊。所以这个说法呢，作为宣传，商业性的宣传，那么它是它的宣传。我们学了中医中药，那么我们要有正确的看法啊，要有看法。所以这中药的毒性是存在的啊，存在的，有的还很严重。所以近年来这个药物中毒的这个报道经常都有发生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就包括一些补虚的药啊，补虚的药。那么在70年代，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人参，好像我有一次看这个新中医广东的这个杂志，好像。在那一年以内报道了，就是
当地有一个习惯，那个新生儿降生了以后就喂一点人参水，主要是红参。那么因为这个喂多了，爱之愈深，害之愈切啊，那么就产生了中毒，结果两例死亡，一例这个抢救了很长的时间。那么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就是平常我们认为很安全的药啊，有的还能作为食品的，比如说火麻仁啊，火麻仁可以做食品。有的高山把火麻的油脂作为植物油，作为食用的植物油。那么用量大了，有一个这个工矿里面就用火麻油来炸油条，那么早餐吃了油条，那职工里面那很多几十个职工中毒啊，最后呢就是因为量太大了啊，本身就是食品药食两用的，它也有这种中毒的情况。所以我们第一要这个不同意啊，要中药没有毒性啊，天然药没有毒性这个说法，所以要正确的对待，中药是有毒性的。那么第二种观点呢，就是既然它是个毒药，为什么还要用它啊？那干脆就把这些药取替了啊。那么针对这种观点，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呢？就是在中药的狭义的毒药当中，在中药狭义的毒药当中有很多有比较强的医疗作用，而且有的这种医疗作用还是不可代替的，其他没有什么药好代替啊，在中医的临床上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今后要说学附子啊，附子就是一个有毒的药，而且毒性还比较大，但是附子回阳救逆，在中药当中可能没有另外的一个药能够取代它啊。所以在传统的临床治疗这个亡阳症，往往是以附子为第一药药啊，为君药，而且用量还比较大啊，那么能够收到很好的临床疗效啊，这个不可取代。那么就是现在认为这个毒性最大的这个砒霜，长期以来很多人都是呼吁要把砒霜这一类的药淘汰了，要取替了，但是正要是准备国家要宣布淘汰的时候，发现了它对急性白血病有治疗效果，而且现在国家还资助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啊，能够深入的把它研究下去啊，还会技术的使用啊。你看，比如说这个以后我们外用药当中学的生药，就是氧化汞，它在这个拔脓去腐方面也是没有药可代替的，而且是我认为是中医外科的一个优势啊，一个优势。比如说有的这个痔瘘啊，有一个漏道，那么如果用手术的方法，那么就要有一个很大的切口，那个损伤就很大，而且这个效果也不一定很好。但是这个中医的这个痔瘘科的医生，少量的掌握的非常好，就用它的腐蚀性，把那个瘘管里面的坏死的肌肉腐蚀掉，它自然那个新生的肉芽组织就愈合了，那个瘘管就消除了，这个避免了手术的痛苦，费用也很低啊，病人的痛苦也很小，临床的效果也非常的理想啊，这些都是我们在临床能够亲眼见到的啊，就是说这些中药的很多的毒药，这个有它的利用价值，有特殊的疗效啊，特殊的疗效，所以还不能把它完全把它淘汰掉。所以这个就是针对既然是毒药为什么还要用的这个观点，我们应该这样子对待，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是目前最普遍的一个不良倾向啊，这个最重要，目前最普遍的一个不良倾向，现在就是凡是这个狭义的毒药在书上或者药典上注明了有毒的，用量越来越小啊，医生都胆小啊，为了安全啊，安全是安全了，但是小到了这个有效剂量以下，成了一个无效的量了啊，没有用。就包括我们这个很多书上写的砒霜的最少小用量一个毫克，那一个毫克应该是一个试探性的剂量，不是一个有效的剂量啊。
有的比如说这个附子用一两颗附子啊，一两颗附子，那这个应该说达不到回阳的啊，或者补阳的这个效果，要有的非常微弱。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狭义的毒药，用量越来越小，小到了这个有效量以下，只注意安全，忽略了有效性，忽略了有效性。那么这个也有违用药的目的。另外一个群向性呢，就是对于没有表明毒性的药物，用量越来越大，那么大到了这个超过了常用量的很多倍，达到了这个中毒剂量。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剂量的时候，谈到了这个110多这个种药物的中毒的临床报道当中，很多是文献上没有注明毒性的，比如说人参用这个40克，人参用40克，那怎么不中毒啊？那新生儿刚生下来，那耐受性很小，那你人参水喂多了，那肯定严重的中毒啊。所以这个群像性一定要把握制住，那么要正确的对待这个狭义的毒药和这个没有注明毒性的，就是我们书上说的，要有这么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有毒观念，无毒用药，就是第三段，正确对待中药毒性的第三段，第一行有那么一个句话啊，有毒观念，无毒用药。那么我们在使用药开处方的时候，不管是狭义的或者广义的，我们都要牢牢的想到药物可能是有毒性的，可能会造成这个中毒反应，尤其是狭义的毒药，要高度的重视。但是对于这些药物，不能因为它可能会有潜在的中毒的危险，我们就不用它。在用的时候呢，我们要无毒使用，要确保用药的安全。要把它控制在中毒的量的这个以下的这个用量范围内啊，两者兼顾，既要确保有效性，也要保证安全性，那么这个才是使用药物的正确的观点，也是正确对待中药毒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态度，这是第三一个态度。那么要正确对待这个态度，那么用药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非常小心。所以，从《神农本草经》开始就提出了对于毒药，先起入熟熟就是小米那么一点点，并去即止，好了就算了。如果不去，不去备之，再增加一点不去食之，这样取去为度慢慢的增加递增的方法。《内经》也说了：大毒治病，十去其六；长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那么我们在这个控制的量上，由小到大由小到大。那么使用毒性越大的药，那么临床用的时候越不要过量越不要过量。这个对于确保毒药应用的安全，这个古人的告诫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种给药的方式，慢慢的积累不要过量的这种要求，也是我们现在临床上应该遵循的一个原则。这是正确对待中药毒性的第三点。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在文献当中记载的狭义的毒药，绝大多数是可靠的，但是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所以我们对中药的毒药不能完全以文献为准，我们还应该结合现代的临床和现代的一些这个科研，进行认真的研究，进行认真的研究。比如说，这个很多药在古代的文献上没有认为它毒性，比如说像细辛，刚才的关母通，实际上它有毒性。那么不能因为文献没有记载，我们就认为它无毒。那么我在讲《本草纲目》和《本草纲目拾遗》的时候，《本草》说《本草》是，那么《本草纲目》认为签丹是没有毒性的，马钱子没有毒性的。那么
实际上前丹和马钱子都是毒性很强的。那么在《神农本草经》把丹砂放在上品的第一位，认为是无毒，可以久服的，可以补虚的，啊，可以养生的。但是这个硫化汞其实也是有明显毒性的，所以古代文献记载的这个有些没有毒的药物可能是有毒性的啊，这个我们尤其要注意。但另一方面呢，古代文献上记载的有些药物一致认为它有毒，但其实它没有明显的毒性，或者它毒性非常小。比如说我们今后在驱虫药当中要学一种药雷丸啊，雷丸啊，打雷的雷啊，就的高丹丸散丸剂的丸啊，雷丸，它是一种菌类植物啊，和茯苓、猪苓一样菌类植物。这个从《神农本草经》开始就记载它有毒性啊，有毒。但是我们在当代的临床上呢，用雷丸一般是做散剂，不做汤剂。这个散剂很多人每一次服用到20到30克，临床上没有发现任何不良反应，因为这个雷丸驱虫就要这么大的量，这么大它就能驱虫，而且效果很好，没有见到明显的不良反应，更没有见到毒性反应。那么它的成分现在来说，它是以这个多糖为主的，另外有一点雷丸素是一种蛋白酶，都不是毒性成分，没有发现有毒的化学成分，临床上也没有发现明显的中毒。但是从《神农本草经》一直到我们的教科书，那所以有的临床医生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在处方里面写雷丸的时候胆战心惊的，不知道要写多少克，好像写个3-5克，这个都是有毒的药，到底什么后果，心中无数，心中无数。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应该严格讲起来，我们应该认为说它是一个无毒的药才对。每一次服用散剂服到20克以上没有不良反应，可能服人参都有不良反应了，啊，但它这个药没有，但我们不能老是认为它这个有毒有毒。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书上，雷丸的毒性取消了，啊，没有再认为它有毒，啊。另外百花蛇、奇蛇。奇蛇是一个毒蛇，而且是剧毒蛇。那么它的毒呢，主要在它的毒牙里边、毒腺里边。那么如果这个奇蛇，这种百花蛇，如果咬伤人的时候，那肯定严重的中毒。但是我们作为中药材用的百花蛇，去掉了头部，啊，没有毒腺，没有毒牙，而且这个蛇毒干了以后，尤其是在口服的情况下。又要煎煮，又要汤，作为汤剂煎煮了口服，就是有这个蛇毒，它都已经没有什么毒性了，啊，没有毒性了。那么这个大毒呢，是说明这个毒本身是一种大毒的蛇，但是药材里面没有头，没有头，毒性的成分完全没有了，而且用的是它的肌肉，肌肉部分这个炖来吃都随便吃的，啊，这个没有毒性的。所以那么从这个唐代开始，这个百花蛇就写明有毒，有的甚至写有大毒，也是一直保存到现在的教材上。我们这一次也是把这个百花蛇的有毒去掉了啊，去掉了。所以我们很多文献上记载的这个有毒无毒，很多需要重新加以认定啊，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完全靠前人的。尤其是我刚才前面讲到了，古人认识最清楚的是急性中毒，啊，因为突然间发生，症状很典型，那么他把它记载下来。少量的长期的应用，慢性中毒，尤其是对一些内脏、脏腑功能，比如说对肝肾功能这样的一些影响，这种潜在的毒性，可能在中药的文献记载当中，往往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薄弱的环节，所以这个中药的慢性毒性的问题，所以要加强研究，啊，加强研究，增强这个中药应用的科学性，啊。那么这个正确对待这个中药毒性的，
就这么几个方面啊，几个方面，我谈了四点。然后呢，在这个教材四十页的最后一段，谈到了这个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建立了药品安全委员会，实行了药物不良反应的监测报告制度。那么我们国家呢，也高度重视，也在1987年，我们国家这个卫生部也成立了这个药品不良反应的监察中心，那么也要实行这个药品不良反应的这个报告制度。那么今后我们的同学学了以后，那么就要也要遵循这个规定，在临床上呢，那么就是如果发现了这个中药不良反应，那么也要及时报告啊，互相沟通，这个对于促进中药学的发展啊，保证临床用药的安全非常重要。那么我这里下面呢，就补充一点关于这个中药不良反应方面的一些常识，这个是供参考，这个教材上没有。这个什么叫做不良反应啊？什么叫不良反应？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药物的不良反应呢，是指药物在常用剂量下，在常用剂量下，这个很重要，它应该就用这么多的量。常用剂量下，用于预防、诊断或治疗人类的疾病，或用于调整人体生理功能时产生的非预期反应。就是它的核心，就是药物在常用的剂量下产生的非预期反应。这个用呢，可以用于人类的预防、诊断、治疗或者调整生理功能，不管做什么用，意思就是只要是作为医疗用啊。所以超过了常用量本身就是中毒量，就像人参用40克啊，这个它本身就不属于不良反应范畴了啊，本身就是乱用药啊，所以要把这个定义要界定清楚，是在常用量的情况下出现的才属于这个不良反应的范畴啊，不是任何剂量乱用，那么都这样子对待，那要把它区别开来。这是关于定义。那么这个不良反应有哪些类型呢？就是不良反应的分类。那么第一个不良反应就是副作用。一种药物往往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在正常用法和用量的情况下，伴随其治疗作用的同时，另一些作用可能引起一些与治疗目的无关的不良反应，这个称为副作用。就是一个药有多种作用，在用其中一种作用的时候来治病，另外的作用它也显现出来了，而发生的与医疗无关的这种反应就叫做不良反应啊。比如说我上次也是举过大黄有泻下的作用，如果我们大黄用来调经啊，妇女的月经不调，大黄能够活血调经，那么同时它产生了腹痛腹泻，这个腹痛腹泻就是大黄的不良反应啊，这个副作用啊，不良反应当中的副作用啊，它本身有这个作用，但是对于这个个体来说它不需要，不需要。当然对于便秘的患者产生了泻下，或者需要通过泻下来排除泻剂，那它就不是副作用啊。所以副作用和治疗作用是相对的啊，是相对的。需要发汗的，那么用麻黄发汗它就是个治疗作用，不需要它发汗引起了汗出过多就是个副作用。比如说中药有个药洋金花，这个止咳平喘药里面，那么洋金花用量大了就能引起患者昏睡，如果说要把它作为麻醉使用啊，在手术的时候，那么就是要病人不知知觉啊，那么这个时候引起了病人这个昏睡，它就不是不能副作用啊，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它就是一种副作用。所以第一个是副作用，第二个是毒性作用。毒性作用，那么根据这个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那么这个界定呢，药物引起人体生理生化的异常变化，药物引起人体生理生化的异常变化或器官组织结构的病理改变的危害作用，称为毒性作用，也叫毒性反应，啊，它叫药物引起人体生理生化的异常变化或器官组织结构的病理改变，这种危害作用，把它称为毒性作用，也叫毒性反应。那么这个我们前面讲了啊，讲了。那么这个因为这个超过了它的这个常用量，啊，是这个中毒量，而马上引起的这个叫急性中毒啊，少剂量缓慢的急速慢慢形成的，导致的这个叫慢性中毒啊，这个就不再说了。第三，变态反应，啊。不良反应，第一，第二，毒性反应，第三，变态反应。变态反应呢，那么就是有的用药者经过某种药物致敏以后，就出现了过敏，以后再接触到这个药的时候，他有的这个抗原体和这个药物再结合，那么就造成这个组织的损伤或生理功能的紊乱，那么这个就叫变态反应。这个可能今后在西药里面要学，这里大家简单的知道，就是原来用过这个药产生了过敏，再用这个药的时候啊，它就发生这个叫变态反应，这是第三。第四，特异质反应，就刚才我们举了一个砒霜，一般的人用10毫克没有什么反应，他用1毫克啊，1毫克，那么他就引起严重的这个反应。这个不是过敏，是特异质啊，特殊体质造成的啊，特殊体质。比如说，我见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吃什么食物都好，就不能吃牛肉，吃了牛肉就胃就痉挛性疼痛啊，就要痛，吃了马上就要痛，那就是个特异质。嗯，这是第四、第五，药物的依赖性啊，药物的依赖性。那么这个药物的依赖性呢，就是有些人长期服用某种药后，虽然治疗目的已经达到，但总还有继续服用该药的愿望，产生心理的依赖性，这个就叫药物的依赖性。用一种药来治这个病，病治好了不需要再用了，但他心里面老是要想吃这个药，不吃就不舒服啊，这种心理上的依赖，这个药物的依赖性。第六，致癌作用，致癌作用，有的药物长期应用过后，引起机体某些器官组织细胞的过度增生，可能形成良性的或恶性的肿瘤，那么这个叫致癌，就引起了这个某些组织异常的增生。第七，致畸作用，或者致畸作用啊，引起畸形，致畸，婴儿的畸形，啊，畸形。这就是孕妇用了过后，透过胎盘干扰了胎儿的生长发育，引起婴儿的先天性畸形，致畸作用。另外第八一个，致突变作用啊，致突变作用，就在一定条件下，它引起了基因的突变或根本的变异，使这个细胞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变化啊，导致了这个遗传的缺陷啊，导致了遗传的缺陷，啊，所以这个不良反应呢，就只有八个方面，啊，在临床上见到了，那么都要及时的向现在每个省市都有这个药物不良反应的监测中心，那么都要及时的报告，这个呢是供大家参考。那么供大家参考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对于中药急性中毒的治疗原则。中药急性中毒的治疗原则，那么以后我们再讲具体的药就不一个一个的讲了，因为以后我们要讲的毒药有几十种啊，那么基本上都可以遵循这样一个原则来处理啊，遵循这样一个原则。那么这个如果说药物发现了急性中毒以后，首先第一就要清除毒物，第一就是清除毒物。那么这个呢有三种情况，如果这个毒物是吸入性的，
通过鼻腔吸入的，那么马上呢就要让这个中毒者呢要离开现场啊，因为这个周围的空气当中肯定有弥漫了这个毒物，马上要离开现场，让他啊，然后呢就要对呼吸道要进行清除啊，把呼吸道清洁清清除它的分泌物，保持呼吸道的畅通或者吸氧啊，这个都对吸入性的啊，属于气体性的急性中毒。如果是皮肤接触性的，那么就要迅速的，比如说去掉了衣服啊，去掉了衣服，然后用清水反复的冲洗这个污染的部位，反复的冲洗，这个是接触性的。如果是食入性的，通过口服食入性的，马上就要催吐啊，洗胃，催吐洗胃道泄啊，这样子一些方法啊，这是第一，清除毒物。第二，阻止毒物的吸收，要阻止毒物的吸收或者减少毒物的吸收。那么这个呢主要指的就是食入的，从经过口食入的。那么一般呢，那就比如说马上在催吐洗胃以后呢，比如说蛋清、牛奶、活性炭啊，或者这个花生油，马上这个灌服啊，让它保护胃黏膜，减少这个毒物通过胃肠的吸收啊，阻止也就是减少毒物的吸收。第三呢，促进已经吸收的毒物排泄，那么大量的饮水，那么最有效的就是输液，同时呢用一点利尿剂啊，是通过尿液迅速的排除。第四，就应用解毒药。那么中药当中呢，比如说甘草、绿豆、土茯苓呢，这一类它都有比较广泛的这种解毒的作用，那么可以煎汤服啊，甘草、绿豆、金银花、土茯苓等等。那么西药当中呢有很多这个特异性的解毒的药，那么不属于中药的范围，今后在学西药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呢在这方面增加一些常识。然后最后就是对症处理，那么这个毒物造成了机体的这个损伤以后，它要表现出不同的症状，然后针对这个症状啊，如果是呕吐的就止呕，腹泻的那么就止泻，那么烦躁不安的那么就使用这个镇静剂让它安静，如果说这个小便不通的那么就利尿等等啊，对症的处理。那么这个中药的急性中毒的救治的原则基本上就是这个五个方面啊，就这五个方面供大家参考。那么前面呢我们就学了中药的性能这一章，有一些问题呢还要引起这个高度的重视啊。前面呢已经强调了这五种性能是主要的，不是性能的全部。这五个性能呢，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对药物的功效或者药物的作用进行高度的概括，所以它们互相只能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药物的特征，所以我们临床用药的时候呢，要把尽量多的药性把它综合考虑进来。那么过去我们常常强调的是性味合参，当然性味必须合参，它是最重要的。在性味合参的同时，还要把其他的性能因素考虑进去，这样呢，药物使用就更加准确啊，更加准确。另外，这个性能之间互相是平等的。任何性能都不能作为对另外一个性能的确定依据啊，它的确定依据都是功效，都是作用啊，这一点要注意。第二点呢，药物的性能和药物的功效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啊，不能把它混淆起来。这一点呢古人就有体会，比如说徐灵胎，清代的医药学家很有名的，就说这个同一热药，附子之热与干姜之热菌服不同，同一寒药，石膏之寒和黄连之寒菌服不同，若有误用，祸害离治。那同样是热性的药，
同样是寒性的药，为什么误用了会产生危害呢？那就是因为功效不准确啊，不准确。所以性能不能取代功效，所以在当代中药学当中，我们的知识结构的核心是功效，而不是性能。所以我们今后学习果论的时候，要学好每一味药，要以功效为核心，功效掌握了，性能自然就能够掌握，应用当中的主治也会迎刃而解。那么我们在讲果论的时候啊，会大家会深有体会。所以我们这里只是告诉大家，这个性能和功效是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不能用这个性能来代替功效。现在在很多方剂解释的时候，常常用性能来代替了功效。比如说小青龙汤里面有五味子，那么解释就是五味子因为它酸能收敛啊，就能够防止心散太过，实际上就是用性能来取代了功效。取代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太过？你能不能把心散的药用少一点，不让它太过？比如说我今天午餐在餐馆里面去，我只能吃10块钱的菜饭，就从营养学和我这个饱腹感都是很舒服的啊，营养也够了，我没有那个必要去用150块钱还这个点一桌的菜，吃不了我又把它吐出来，然后拥吐，这个就防太过啊。其实这个没有自圆其说啊，这个没有自圆其说，关键是这个五味子在小青龙汤里面起什么作用，没有人去研究，其实这个非常值得研究啊。当然这个呢，因为涉及到方剂的问题，但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这个五味子在小青龙汤里面它有很多特殊的作用在里边，当然这是言这个题外之话了啊。另外呢，前人在总结性能的时候，每一种性能只是从一种功效，不是全部功效。比如说麻黄，它的心散，那么主要是它的乏汗解表的作用，绝不是从它的利尿这个功效当中总结出来的。那么我们说麻黄心散，那么在利尿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心散？那不一定啊，不一定。那你归经尤其如此啊。那么就麻黄利尿的时候，你不能说它是归肺经，当然和肺经仍是一个整体，不能说毫无关系，但它主要不是肺经啊。同样的药性也是这样，有的药物把它总结一个这个寒凉性质，它不是所有的功效都能表现出来，但是我们平时很不注意。比如说冰片，往往认为冰片是微寒的或者凉的，这个是从冰片的外用的应用当中总结出来的。现在我们的书上就说这个冰片微寒，它是凉开之品，冰片用于开窍，没有寒凉之分啊，没有寒凉之分，它根本不是一个凉性的药，所以认为冰片是一个凉开的，本身这个提法就是个错误的啊。因为这个总结冰片的药性是从外用当中来的，不是内服当中来的啊。像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学性能以后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